据显示风正红，社会议题做成故事主轴，让人超有感。天空之城从高压教育出发，教育富二代使尽浑身手段。好评推出第二季的邪教经典《救救我》，看恶徒如何操控人心。翻拍热播日剧《Mother》，改变受虐儿命运，重返避风港。无论升学或校园霸凌，都让编剧灵感爆发。想知道韩国社会真实面貌吗？锁定韩剧观察家，每周日晚上6:30，只在韩国娱乐台。更多内幕都在韩星 DJ 网。